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390集的节目。我前几天的话给大家做了一款 LG 的系列的一个狮王擎天柱啊 ，Leo Play。那当时的话，我就顺便整理一下我的泰坦回归系列的玩具，赫然发现我还有一个日版的这个吊索啊，没有给大家做开箱。那么呢，我在想，奇怪，当时我怎么会去买这个日版呢？那我第一个直觉印象就是说呢，可能这个家伙当时的美版应该是台湾没有代理的关系吧，所以我才会去买一个日版。但是我为什么又要去买日版，一定要买到这个家伙呢？我就想一想是怎么回事。那后来的话呢，我网路上呢询问了一些朋友之后呢，我大概知道为什么当初我终于知道我为什么我会这么样执着的去把这个日版给带回家了啊。因为呢，当时它是有一个三人的小队，有拾荒者小队，这个是火炭，这个是吊索，还有另外的这个家伙，糟糕，我突然忘记他的名字了。OK，Anyway，反正呢，就是这个家伙的话，这三个人物呢，其实是同一个小队的，摆在一起的话呢，真的是很有看头啊，相信应该比这个 C 个小队的话，全部长得一模一样，这个应该气势上会更加的好一点点。那我把这个家伙拿出来的时候呢，我还一直在想说呢，是不是他跟这个这个是上旋吧，然后这个是双钻，我想到这三个这家伙不是长得比较像吗？都是一个双头尖刺的一个载具。然后来看一下，不对啊，这两个人物呢是一个 Odoba 的博派的角色，然后呢他是一个狂派，所以我想可能不对吧。反正总而言之呢，总之呢我去就是在做了一些简单的小功课，把它大概补完一下。反正呢，当时会买它的话呢，就是因为已经有美版的这两个人物了，那买不到美版的这个吊索，所以我只好去收了一个日版。那作为日版的话，它就会多一个目标战士啊。那这个目标战士的头雕做的还挺好看的啊，经典红眼镜，手臂360度的转动，然后脚的话前后踢，膝盖可以弯啊，没有其他的接地啊，腰身是无法动的。那么他身上的话有银色的涂装，后面的这个大枪呢是透明部件做成的。那他的一个变形方式呢是两腿的话呢先朝同一个方向露出这里两个凸之后呢，看到这里有两个洞翻折起来先把这个地方呢把它给组合上去啊。这个是阿凡达跟银色冲浪手的一个结合啊，然后我们就再把它做一个简单的翻折，那这里露出这个组合的孔洞。当然了，在载具状态下的话呢去组合的话呢是非常蠢的啊，并不好看。那它这个驾驶舱是可以打开的啊，我们把它打开之后的话呢，就可以看到它附带的泰坦回归的小人了啊。然后里头附带的这个小人的话呢我个人觉得是做的还蛮精美的啊。就我并不是要吹捧日版啊，而是这一款我手上的这个松紧度啊什么的各个来说，我觉得还算是相当可以。特别是正面的这个脸啊，我觉得做的算是好看的了。然后可动的话呢就是膝盖啊，这个地方可以90度的一个活动，然后翻折过来之后呢就会形成它的一个泰坦这个回归系列这个最著名的头领战士了。那它的一个内部啊，这里面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小展示，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双机头的透明驾驶舱，但是好像是不能打开，只能从这个地方给翻开来。然后呢它的这个我初拿到的时候呢，我看到这个地方啊，我心里面很高兴，抠了半天抠不出来啊。它其实并不是一个起落架啊，它只是个连接杆连接这个飞机的一个头部而已。那整个变形也是比较简单，飞机的密合度啊什么的还算漂亮。底部的话呢是后面是比较草率一点，但从上面来看啊，双飞机头的这个造型真的是挺漂亮的啊。我们可以简单对比一下这一款火炭啊，顺便也就给大家重温一下这个泰坦回归系列啊。这个家伙的载具也是很好看啊，然后人形的话我就把它收在里头啊，非常非常的帅气啊。然后这一款的话，我当时形容它很像这个星际大战里头的这个载具啊，这一款也是极具科幻感的一个家伙。然后这一款的话呢，在这个它的一个反斗城还是吧，在一个力量围城组合包里头，它是有涂成铁鹰的啊，所以这一款的话呢是有一个异色版的铁鹰，各位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收集一下，那一款比较难买到，非常非常珍贵的玩具。那这个的话呢，三个一个载具的话呢，今天呢总算是把他们给凑齐了，拾荒者小队。
那我们来进入这一款日版吊索的一个变形过程啊。首先的话呢，这个头领战士我们已经把它给拿出来喽。那我们变形的第一个步骤的话呢，先把这个地方有一个锁扣，在这个地方把它给松开来。松开之后的话呢，我们的腿部呢就跟身体的话呢算是分开了，把腿部的话呢往下翻出来，然后呢脚掌翻出来。以我手上这一款呢，我提一下啊，吊索呢跟火炭的变形过程呢可以说是完全一样，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几乎是完全一样的。那变形的手感的话呢，反而这一款日版的一个手感的话呢，我觉得比较恰到好处，没有那么样的一个紧啊。我手上那一款这个美版的火炭的那个关节现在是完全是紧到一个要爆的一个感觉啊。那我刚刚提过了，这个地方翻出来，你可以看到这一带啊，其实并不是起落架，而是它的一个连接杆啊，各位这样就明白了啊。然后的话，我们把这个手臂的话呢往上翻上去。如果是火炭的话呢，翅膀会连在后面，但是这一款吊索的话呢，结构呢更加的简单了、啊，它的一个翅膀直接就挂在后面啊，没有做任何的一个变化了啊，就直接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腿翻折一下啊，然后呢这个拳头就翻出来，它的变形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了、啊，基本上已经算是变形完成了啊，变形完成了。然后把这个手臂呢翻出来，脚后跟的话呢，脚后跟把它给按稳一点点，最后就是把它的这个头部呢给进行一个组合。这一款的头部的组合呢算是比较没有阻力的啊，先前的那一款这个日版的那个 Leoply 啊，可以说是啊非常是应景啊。那么呢如果是美版的话应该附两把小枪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虽然我根本没有看过美版的实物啊，那日版的话呢美版的实物有了，就汉堡啊炸鸡啊这些东西啊，哎不好笑对不对，反正呢就是言的总之呢，这个日版的话呢是另外的配送了这个目标战士，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简单。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细节啊，首先白脸啊，然后呢它的脸上呢我不知道是白色的漆有一点剥落，还是说它本来就设计这样，我总觉得脸上好像有点奇怪特殊的纹路啊，可是我没有办法判断这到底是它细节就是这样子吗？啊，我看不出来啊。然后呢，手臂的平举360度的转动没有问题。然后手臂内侧的空洞啊，拳头只能往内缩，这里没有过渡啊。胸口的话呢，看起来好像可以打开，其实不行啊，非常可惜。胸口的一个博派的标志，这个弧形有点漂亮啊，涂装的关系啊，感觉就有点意思了。腰身可以转动，脚前后踢没有问题，侧踢都没有问题。关节的紧实度呢是恰到好处的啊。那不知道您这个已经放了很久的一个玩具了、啊、那关节的话呢并没有变紧的一个感觉，反而是这一款火炭的话呢，哇塞，这个家伙这个搬动这个家伙的话呢是真的要出一点力气啊，各个的一个紧啊。然后呢这一款这个最后的这个也是属于狮王者小队其中一员啊，这一款的变形的话呢也是很有意思，两个大回旋，当时给他的评价也是很高的。那今天的话呢算是凑齐了这个小队啊，那就利用一点时间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分享。泰坦回归的玩具呢啊，虽然一段时间过去了，这个时候拿出来把玩呢还是觉得它挺有意思的啊。这两款的啊，不知道其中哪一款已经现在很贵了啊。那 anyway 就算也做个一个小小的一个回顾，那有一些新品呢最近陆续会到啊，但是偶尔也做一点老物嘛啊，那也算是补齐我们自己节目的一些空缺，也给大家呢回味一下过去一些美好的时代。那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拜拜。